于是 OK 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ero 啊，身边这位可爱的宝宝就是我们 Mr. OK Q 宝宝的参赛者哦，啊，感觉得很可爱，身边当然是他的父母啊，真的是好像印出来的，很像哦。跟观众朋友们讲，他今年几岁？八个月半。八个月半，平时他有什么样的嗜好？他很喜欢跳棒球，然后他对声音特别敏感。有什么喜爱的卡通人物？他喜欢看电视？不喜欢。就是如果你发出一些他没有听过的声音，他就会笑，就会有反应。通常那反应是很开心。那我看一下，看看还是怎么样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笑得很可爱哦。